装不进，你太长了。老板，侧着侧着侧着，太大了，受不了你了。你的嘴太长了，我就窝断了。你们，头发。哎呦，我靠，真的能装下？头发，等一下，我脱一下骨。你可以头发，你可以把你屁股朝里面头朝外面。我的天哪，能装下？刘心如都能。不，我。